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看一只鸭子，哒哒哒，是这个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，然后莫名其妙变得很贵的中迪的2023的生日鸭，这个游泳圈的这个款式，但很贵了，之前挺便宜的，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去年可能比较便宜，然后原价是2400日元，这个是没有拆吊牌的。这只鸭我感觉它嘴不太好看，要这样上去一点才好看。这只鸭我310块钱买的，它的大小跟这个就差不多，然后是坐姿的，里面没有钢丝，然后是有一个圈圈，它应该有个大的那个玩偶版本，应该跟它差不多大吧，目测那个就特别贵了，闲鱼就只有一直在卖560多块钱，然后太离谱了，太贵了。我觉得这个做的游泳圈的超好看，然后哎，300块就还是买了，那段时间就有点上头嘛，天天在刷它，刷到300块已经算便宜的了，现在都是400多、400、500的那个挂着，刀都不知道从哪里刀起。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只鸭吧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它坐在这个游泳圈里面，鸭屁屁，游泳圈套在它身上的，然后是一个挂件，就是这样子的这只鸭。好，这个吊牌我好想拆啊，把吊牌拆掉吧，反正对我来说我也不会出它，拆掉啦，我们拿刀来拆吧。好啦，拆下来了，那它就是完全属于我的一只鸭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